10厘米，对折之后这样雀头结挂线，再反过来之后分别用两边的线去编雀头结。不会的呢，咱们之前雀头结也有教程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。一直这样编，把这个小环呢包住。编了一圈之后呢，一根线留的短一些，一根线留的长一些，然后长线头这样从圈里面穿过来，然后呢穿上你喜欢的小配件。我穿了一个小红豆，红豆这样放好之后，然后用这两根线编蛇结，夹心蛇结。不会的可以看一下，咱们之前也出过教程，你们不会的也可以上主页上找一下。然后把它多余的线头剪掉，用火机去揉一下就可以了。学会的给个双击和关注，谢谢大家。